什么星座根据别人做回来看的是为着要来推广这个月读的风气。刚一起今年度的月读起步行活动，准备伫咧13号起跑，11号上午伫咧文化局的图书馆含细汉图书馆，同步来进行着娃娃故事风，算是50多场系列活动全面要来启动。伊今年活动嘛特别来加入着英文的歌谣律动，佮有现在上界流行的 AI 小机器人的元素，来推广着多元的亲子共读时光，和细汉囡仔买当提早含国际来接轨。Bookstar 阅读起步走，伫咧每当暑假，亲属家长和小朋友期待的讲义期阅读起步走，伫咧11号在文化局图书馆来推出着第一场的娃娃故事坊活动。讲义期的吴炳辉亲自到现场来展展着阅读礼袋，和各场参加的家长和囡仔。公立亲子共读嘛，宣布今年都包括着婴幼儿辅导学习讲座、娃娃故事坊在内，超过50场精彩的系列活动正式启动。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所有家长所关心的 Bookstar 开始，我们已经开始起跑了。就从今天开始，总共有50多场。今年呢，我们加入了有英语、歌谣以及 AI 机器人，那我们希望这样多元的一个阅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，期待所有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到嘉义市的市立我们文化局的图书馆，或者上我们的网站，可以看到相关的活动系列，让大家一起来玩，让大家一起开心，让亲子之间有更好的共通的语言，共同成长。我们欢迎所有的家长把握这样的机会，带着孩子一起来。也谢谢贝莱根的小朋友。嘉义市图书馆11档来持续推动着阅读起步走的活动，和细汉囡仔嘉义看册。今年度嘉义市的湖边亲戚带着小朋友，摕着5岁以下幼儿啊和囡仔的旧册证明，参与着任何一场的阅读起步走活动，得当免费来摕着一本的绘本。另外，为着全面来推广着嘉义市的阅读风气，今年度嘉义市的图书馆嘛来规划着和青少年的电子书约会，更有和英法六零族群的老师团要来开桌游派对，更有嘉义市民上佳佳意的作家有约，和本土语言的读册讲堂、阅读营，更有戏说图画书等等一系列精彩活动。欢迎所有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做伙走入图书馆来品尝今年夏天上佳知性的香味。最新新闻，中天新闻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